上坡顶楼峰。哇塞，这五分钟这山上就白了，刚才这山上啥都没有。哇塞，爽啊，真爽！这个雪我估计啊要下一夜。哎呀，找到这个车子太幸运了，朋友们啊！虽然有点冷，刚才，但是找到这个车子以后，一下子就暖和了。后面东西很乱，等会儿我给他腾腾，看能腾开不能，能腾开了在后面可以睡觉做饭。我已经把它收拾好了，朋友们，晚上就睡这个地方，然后蛋巢垫睡的一铺就行了，床都不用铺。然后后面等会儿把后面掀起来，然后在后面做饭。这会儿把用的东西拿进来，太冷了，我这会儿都发抖了。在这车里切菜太麻烦了，朋友们，还有包咸菜，把咸菜吃了，然后就蒸了点米饭。我先吃，我先吃，等会儿再喂你俩啊，我快饿坏了。以前都你俩先吃，今天让我先吃啊。哇塞的，2023年的第一场雪，朋友们，太冷了，
秋裤都没穿，我冻的呀，那会儿那鼻子直流。运气好啊，找到这个车刚好门还能开开，要不然就完犊子了。今天真想把我嘎到无人区里，我看本来想去网红厕所嘞，这连网红厕所都没到，就被劝返了。刚开始下的不是雪，刚开始下的是冰雹。下冰雹，我躲了一会儿，在那个机房边上躲了一会儿，我看不下来，光刮风了，我就往前走，走走走，走着走着，哇塞，下起雪来了。那会儿风还大呀，根本就抬不起头，连路都看不见。第一，往前走太危险，万一来个车我也看不见，后面来车他们估计也不好看见，那视线顶多也就几米。我们三个单身狗已经躺到这个事故车里了，朋友们，方圆几十公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我们三个单身狗，还有外面的野生动物。听听外面的风，呼呼呼呼呼呼刮个不停，我估计今天晚上要怼一夜了。雪是不怎么下了，我看应该是不会下雪，但这个风估计是停不了。还好找到了这个事故车，要不然今天还得睡桥洞，要是睡桥洞更危险了。幸运吧，朋友们，晚安，明天见，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